探索活动，模拟月相的变化。这次的绘画主题，我来画之前去山上那次看到的星座吧。佩佩，你把上弦月画反变成下弦月了。嗯，真的吗？话又说回来，月亮为什么会随时间变化呢？不如我们用个柳钉来探索看看吧。准备一颗柳钉，一半用黑胶布贴起，代表月球的暗面。将柳钉放于右手掌中，并把黄色面固定朝向阳光方向。面向讲台，伸直手臂，然后模拟月球在一的位置。这时候应该只会见到贴上胶布的黑暗面。将月相画在图表中，以逆时钟方式观察柳钉在一到五位置的亮暗面。记得转到定点后，都要将柳钉的黄色面调整朝向桌子或讲台的方向，之后再记录月相哦。依序把月相画在指定的图表中。想一想，月球绕行地球公转一圈约需30天，那么从没有月亮的那一晚到满月的那一晚，约经过多少天呢？从一到四的位置转了半圈，所以需要经过30天的一半，也就是15天。